你们相信祝福吗？ 现在我们来做个测验，请在脑中试着将摩天轮向右转，再向左转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左，向右。这张火车行进图也可以依照你的意志改变前后方向，请试着用意念去控制它。 你看见了吗？ 我们的意念悄悄地塑形这个世界， 这便是祝福的原理。 我叫李若男， 6年前曾经触犯了可怕的禁忌。 后花在哪里？ 如果一直想着怪物的话，怪物就会住到你的脑袋里面去了。掉下，掉下，掉下，掉下！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希望你不是我的小孩。 开始相信。不怕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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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怕，